那你要先啊，随便四个扣，对吧？我想找两个房客，我家住在士林区的天幕前面，就是美国学校里面，有很多欧美的妹妹，旁边还有自强学校，那里有很多女生穿着和服，每天大概三点到五点的时间，她们放学，你就会看到她们。要找两个房客，拜托，女生可以打九折，我会修水电，还有唱歌给你听，然后你有需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Yeah!